大家好，我是银仔。刚刚我稍微出去了一下，然后买了两个东西回来。一个呢是斯通眼镜，是一个首饰店，在这里买了一个手镯，买了一个这样的手镯。希望我有三只手，就可以方便的戴手镯了。好了，这样子挂好了之后呢，它还有一个可以拉紧的一个小球，就大概是这种样子啊。然后呢，在无人店上买了好多好多东西。我先买了四个指甲贴，一个是脚趾贴，然后三个是指甲贴。大家看我现在的脚趾也是贴了这种指甲贴的，今天打算换一下，然后我的手指呢也打算用新的指甲贴来贴一下，因为夏天经常穿凉鞋嘛，所以呢用这种指甲贴会更方便一些，而且也挺好看的。脚趾呢我就只买了这一种，亮晶晶的。宝石蓝的颜色，然后指甲呢，想跟这个脚趾做配套的，就一起用这种亮晶晶、有点珍珠的颜色吧。全掉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脚趾的话，我要把原先的先弄掉，然后再贴这个。这边，哎呀，这个呢，还是等我弄完了再给大家看吧。噔，好了，刚刚完成了。觉得挺满足的，然后脚趾呢，刚刚也弄好，脚要怎么给大家看呢？也是一个蓝色系的，然后手指和脚趾呢，有一种相似的感觉。这个呢，是我平生第一次买的假睫毛，要不要现在也试试看呢？好紧张啊！我拿来了一个这个小钳子，看现在的使用方法。首先呢，把这个，要一个镜子，我要一个镜子。先把我这个，我已经化了妆。没事，我先试试看吧。今天就试试看，然后这个假睫毛轻轻的拔出来，拔出来，然后呢，把这个胶水，轻轻的涂在睫毛根处，然后等个5到10秒钟，然后把它粘在我的睫毛上。Not bad，感觉不是这样的，再试一下。哎，我觉得还行。我尽力了，睫毛融合的会好一点。贴了的一边，这个是没贴的一边。睫毛太难了，有点恶心啊！拜拜。哎，我劳动啊，劳动！因为想运动一下，然后买了一个这种东西。看他们好像是这样子，这是怎么运动的呢？只要我把这个球瞄准，然后一直不断的打就可以了，就像这样子。앞으로 열심히 해보겠습니다. 새로운 취미.